男人的心很难有波动，但是男人如果对你动了真情，那么男人对你就很容易出现这几个表现。对你有了这几个表现的男人，你在他身上也绝对会收获幸福。第一点，男人总会为你着想。在男人心里，男人会很惦记你，做什么都会想到你，有什么好的东西男人也要留给你。你忘记吃东西的时候，男人还会贴心的给你送过去，这样的表现你是否在男人身上感受到？第二点，男人只会把你看在眼里，就算别的女人很漂亮，就算别的女人很暴露，男人也只会把眼光放在你的身上。男人不会因为你的美丑而对你有变化，只会因为爱着你对你始终如一。第三点，男人会怕你受到伤害，无论你做什么，男人都会担心你的安危。男人会因为担心受到伤害而陪着你，能时时刻刻陪着你，能时时刻刻担心你的男人或许就只有那么一个，但有一个也会让你很舒服。第四点，男人会对你有些唠叨，虽然男人唠叨会让你有点小烦，但男人能唠叨你也绝对是因为爱着你。如果心里没有你的男人，他才会懒得管你，他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唠叨，只会你唠叨他，唠叨你的男人会专一对待你一辈子。你唠叨男人只会让男人对你一阵子。如果你的男人身上有着这几点表现，那么这个男人就一定很爱你。男人在把你放在心里的时候，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，才会在你面前出现这些表现。